又要来推荐好剧了。这次要介绍的韩剧号称2021催泪第一名，叫做《我是遗物整理师》。시체처리지뭔지그거말하는거냐무슨정리거든요얘가현장이야괜찮으십니까저기괜찮냐현장은돌아가신분들집입니다그분들이정리할수가없어서저희한테부탁하신일입니다저는고인의유품을정리해드리러온부부투헤븐의한구루입니다이제부터마지막기사를시작하겠습니다왜시키지도않은짓을하고그래가족도안가져가는쓰레기를가져가서뭐하려고사랑하는분에게남기신편지가있습니다光听剧名就知道是在讲述关于生命的故事，看到预告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熟悉？主角韩可武就是《爱的迫降》北韩 F4 里面的老妖金颖彤，演可武爸爸的就是在《大长今》里面的闵大人，号称韩国师奶杀手。连这个不良记录前科超级多的叔叔也是来头不小，在《信号》和《模范继承车》里都有非常深刻的演技。저는유품정리사한구루입니다지금부터마지막이사를시작하겠습니다우리는무부투해븐입니다韩克鲁是一个具有雅思伯格症特质的小孩，跟着爸爸一起经营遗物整理公司。某天爸爸意外去世，克鲁被迫和突然出现的叔叔共同经营生意，一起生活。透过遗物整理的过程，发现往生者们遗留的故事，并将他们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传达出去。其中也讨论了不少社会议题，包含老人孤独死、不被认同的同性伴侣和约会暴力等等，都更加深了真实性与共鸣。剧中只要紧张害怕，就会背出夯鱼的品种分类。唐君上在拍摄时都一镜到底，没有 NG， 连导演都非常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叔叔李帝勋也透露，当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一度入戏太深，私下个性跟曹尚九太像，让好友们惊讶他个性的转变，纷纷离他而去。偷偷剧透，少女时代的秀英也在里面有嘎上一角，在剧中跟叔叔有些微的火花哦。